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分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和主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世纪2:75教阐到佛家所言正法眼藏灵山柳枝应平主人翁真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独玄应众庙之门等等。教所言阿弥木木木回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字架用火施洗窄门等等。对于以上所谈之名词，没有求道的人是无法体悟的，所以说摸得着根的成佛祖，摸不着根的瞎修行，而道就是按教所要的根。个根如没有经活佛师尊名师指点，是无法找到的。可见求道的重要，经典印证亦有正法堂。涅槃妙心实相无相，为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二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指在汝心头。人有个灵山塔，好灵山塔下修。正法密传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为迦摄尊者破言为笑，世尊曰：吾有正法掩藏，涅槃妙音实相无相，为妙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副主摩诃迦摄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诃迦僧作令作一僧协离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掩藏，密缚于汝，汝当护持。吾登会员卷一七佛释迦牟尼佛住僧协离比丘三一之一阿义为众举十一，又称为大一，由9条至25条制成，是作大法会。或是见国家元首众臣时所穿的正法密传会能及会祖义。三古度士足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会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遂起祖言和其自性本自清净，和其自性本不生灭，和其自性本自具足，和其自性本无动摇，和其自性能生万法祖之物本性。
为会能曰不是本心，学法无益。若是子本心，见自本性，即名丈夫天人师佛。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The lamp of the body is the eye. If therefore your eye is good, your whole body will be full of light. 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了亮，全身就光明。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会2001中英照释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三 Enter by the gate.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way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there are many who go in by it.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窄门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四 Because narrow is the gate and difficult is the way which leads to a life, and there are few who find it.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台中国际基电会中华民国总会2001中英对照圣经新约全书 The Holy Bible New Testament Chinese and English Bilingual Edition 048L 佛家也不走正门进入四正六道胎生耳牛马羊狗之类卵生眼鸡飞禽之类狮生口鱼虾水竹之类化生以马以蚊虫之类泥丸公天神肚脐在是投胎为人任母归根修道目的在离苦的乐唯有任母归根方能超生了死生登圣御贤观永脱苦海母自母母慈是这恩师一指点杀身难报重如山恩四海实际心怀若不受师指点怎能脱苦又怎能了生死不受考灾上超祖下引孙全凭师力各应当报大恩尊师安排皇母十戒第七戒五教圣人提出诚恳的呼吁一点穆罕默德可兰经文难了死速拜真师烦饶西二点耶稣基督圣经空是玄真内师作高歌三点太上老君道德五前卫严谨速拜功成早归根四点释迦牟尼真空非空法非法如然自在是个五点孔老夫子雄神之化之其旨定静安律见本原古人云白藕绿叶红莲花三角原来是一家三大圣人发性底得了窍妙回老家悟又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而进道矣性教不爱修道但不宜直应教咱悟修道本末导致在
洗点老母娘的奥妙，早在使你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呜呼！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其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也？曰：在蹄百。曰：何其欲下邪？曰：在瓦辟。曰：何其欲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故不及直。正或之问于坚是履兮也，每下欲况汝为莫比无乎陶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天贤三者一名红石，其之意也。子之得有第二十二老母娘的心声，一三山坡母子离乃不得已。皇母训子十戒，一戒当春位分混沌，未判妙明明无人我空，空一团九六亿元佛子先天同聚，无忧愁无烦恼，自在安然。先兄弟先姐妹身来伴，随母来随母去，不离身边，极乐不任逍遥，随意玩耍，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还无阴阳，无对待治理，纯然侠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闷卷来，或下棋或将琴弹，吃的是仙桃点琼浆玉意，穿的是灯云鞋仙衣仙衫，老母娘的心声。二论仪为圣欲至善宝，静静而应通万万乐类根源，自从那教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坤乾万八，在气数定天使成就，又待指丑会满地是完全清气，升为天盘至星斗浊气，凝为地湖海山川，至淫为天地交日月，和照会阴阳和阴君万类生，全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极静态及洞黄及坤乾老母娘的心声。三道即理离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有生三，一本散万书灾自无入，有其奥妙是神仙亦难尽言。天即成立吉利物，其北东土无人烟，缺少女男那时节为母，我无奈之处方舍我九六子七将凡间屡次的差缘佛东土而下来，一次反一次不肯止，凡无奈何为母，我造且酒三山泼红醉了菩萨佛难设一个大仙池，其来洗澡趁机会先衣鞋收回礼，天众佛自救醒来，不见母面又不见仙衣鞋，可在哪边老母娘的心声。四为娘我悲痛泪源子呼唤耳，众等速东奔，莫要再脸如若是仙衣鞋交与耳等耳，哪个亦不肯再是至凡折树枝和树叶遮寒地，冷饿了失踪脖子，可引心全众佛子如要回悲哀悲叹，问母我至何时方大家还母言答。三其末打开普渡清烧书清记，请清度佛缘降道，乃为救良善降劫，乃未收恶谢礼于探子归
须用真心体会老母娘心声，莫结识其把握金片孝圣法前，不畏考验坚守愿解共赴龙华乐，任逍遥随意完成青龙化彩凤无量尊严，在礼天极乐之天国里任意逍遥游玩，随意玩耍，乘其青龙化作彩色凤凰，任意去来，显现无量尊贵与庄严，不惧寒，不惧暑，无数无环，无阴阳，无对待，至理纯然理天，无寒暑冷热，总是恰是温度，无拘无束，亦无阴阳之对待，有纯然一环理气，理天已跳出一切阴阳对待，故无阴阳寒暑之分别对待，自性至理纯然通达无碍，故无数无管暇无事，任遨游先天妙境门卷来，或下棋，或将行门前暇事，则任意遨游观赏先天美妙景致，或下棋娱乐，或弹琴消遣，礼天之境无闷倦之事，举凡一切活动皆随心之所至，意之所乐而为之，吃的是仙桃果琼浆玉液，穿的是穿云鞋仙衣仙衫，吃的是仙桃仙果，喝的是琼浆玉液，穿的是仙衣仙鞋。仙桃果含桃之果实，亦称仙桃。含桃石洲际东海有山，名杜所山，上有大桃树，盘曲三千里，曰盘木。五帝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仙桃。桃四颗与地，第十折收七颗，欲种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时，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地乃止。论无极为圣与至战宝境，进而因功外化万类根源理天，是至善宝地，是无极的境界。至圣之疆域，此地至虚至景，感而遂通万物之造化，是一切万物之根源所在。自从那骄子会气数以道为母，我命七佛治理昆田一元十二会，子会开天丑会辟地寅会生人卯会辰会巳会午会未会申会壬灭酉会地灭戌会天灭亥会混沌每会各一万零八百年，一元共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七佛治世，三佛收元，七佛治世南方是爱佛六千年，北方生育佛四千八百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卯会东方甲三春佛三千七百二十年，西方有长庚佛七千零八十年，即一万零八百年。辰会西北方空谷佛五千两百八十四年，东南方龙野佛五千五百一十六年，即一万零八百年。四会东北方祭天佛五千八百年，伏羲是代理佛五百年，即六千三百年。五会中三佛收元燃灯古佛青阳旗掌天盘，莲慈会释迦文佛弘扬旗掌天盘，
灵山会弥勒古佛白羊旗掌天盘龙华会万八在气数足天使成就又在指丑会满地使完全子会开天一万零八百年天成就丑会辟地一万零八百年地完全智慧会数井智是圆满母会圆灵收回又会灭地虚会灭天海会重回混沌星气生为天盘不至星斗浊气降凝为地土海山川清清之气上升则为天满天布满着河汉星斗此为气界所居之处众浊之气下降则为地大地为众浊之气所凝结而成形成了苦海山川此为象界所居之处至阴会天地交日月合照会阴阳合阴晕万类生全子会开天丑会辟地以完成阴阳二气之分判淫会之时天地阴阳之气相交日月蝶相交替阴阳阴晕而欲生万物品类此即是先天妙开辟之本无即静态即动黄即坤前此即是先天妙理开天辟地之本源无即主静属理天太极主动属气天黄极主化属象天道极理理即道虚灵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又生三道即是理理即是道至虚至灵万物本源之奥妙运用道本虚灵能生一一能生二二能生三三能生万物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万物因之而生生化万物图 e colon backslash occ backslash occ